39，痛经几年了？十多年经了，经历。从啊12年开始下结肠手术。哦，都怎么个痛法？给你说说吧。一开始是疼一点，打止疼针、止疼药都能控制住，现在是止疼药、输液、止疼针都不管用，完又上过麦叶乐，打过速栓、亮敏、氯林，达英35都用过，现在都没有效果，中药、针灸，好嘛。现在是通过好朋友嘛，介绍来到。那你后来当地的医生怎么说啊？他们咋给你治啊？说，切除子宫啊，最好的办法。哎呦，是吗？那你后来怎么知道安泰医院有一创宝宫手术了？通过朋友介绍来到北京安泰医院的。哦，哪天做的手术啊？6月1号。哦，6月1号做了手术，做了手术，多少天来的月经啊？这1个多月来例假了，现在也不疼了。就是血稍微多一点，这又来啊，到了来月例经，假前肚子还疼吗？不疼。但是怎么，那你为啥又返回医院来住院来了？这次来例假血有点多，完了就来化看。妆，是不是血量特别多，比你以往的月经都多呀？比以往都要多。你特别害怕，对不对？是的。那我让你打，光咳黄体酮，你咋不打呢？在当地啊？当地不给打呀，他们说啥呢？为啥不给打？他们说量大，不敢给打，所以就不给打。你去了多少个医院？县医院、说说中过医程，我院，听听。去当地的县医院、中医院、妇幼还有门诊都不给打。都去了，打20毫克、40毫克也不给打，不给打。打多少都不给打。是的，他们说的就是怕这谁给你做的手术给谁找谁打去，是吧？是。你觉得他们负责任吗？负责。连治病治不了。治病后边儿有一个小的一个帮忙一个这个扫扫尾的工作都不干是吧？那你知道为什么术后第一次来月经出血多吗？知道啊，李大夫在吗？让李大夫说为什么出血多，术后第一次来月经。他这次是等于咱们那个就子宫内膜现在是增生期，他时间有点长，再加上咱们这1个月以后腺也开始吸收了，然后这个时候可能子宫收缩也不那么好，可能术后出血就会稍微多一点。就子宫内膜不你完的这全个脱腺落，肌症，这个腺肌症这个病灶的切除啊，它往往都跟宫腔通上了，就把整个的宫壁都切掉了一块儿，你知道吗？那宫腔跟宫壁都通上了，那我们通上了以后，子宫有你的子宫一大部分被切掉了，剩下的是正常的，凡是增长出来的多余的这个腺肌症的病灶都被我们用微波刀切掉了。那么切掉了以后呢，那不能敞着待着，就得给它缝上，缝2层到3层。缝上呢，这个子宫和子宫壁一共分3层，哎呦，内膜、子宫壁、浆膜，我们要分3层把它缝上。用什么线呢？现在都用可吸收线。你不管是可吸收的也好，不是可吸收的也好。它一定是我们体身体，不是我们身体本身的东西，它是外来的东西。那么这些东西呢，终究是会被排除掉的、吸收的。但是你刚做完1个月，它肯定没吸收呢。这些线在内膜上，在这个子宫壁上，在浆膜上，它都严重的影响了子宫的正常的这个功能。包括那个旁分泌，就是子宫壁自体分泌的一些激素，
也包括呢，那个子宫的收缩能力都受到了限制，所以他第一次、第二次、第三次，甚至半年之内来月经都相对的多。为啥呢？这个线得慢慢吸收了才好的。你不吸收了以后，它就会干扰月经。干扰什么呢？干扰内膜脱落。那内膜正常一下就哗就脱落了，3、4天就干净了。它这个呢，不单是量大，而且呢，持续的时间也长。还是那句话，内膜脱落不全，子宫收缩乏力，所以它就出现这种月经量多。但是这个什么叫出血多？不像你自己说的，磕了我在那出血，腿流顺着这个马桶流多少多少。结果咱们来了一看呢，血压正常，心率正常，眼睑呢也不苍白，根本不贫血。那不管你说有多少血，它实际没出多少血。那这个出血怎么定义呢？就是24小时出血超过200毫升，我们说月经量过多。如果24小时出血超过了500毫升，那我们说是子宫大出血。那个子宫病，子宫出血量过多，可以处理，可以不处理，自己能修复，自己能够止住，没事儿。如果超过500毫升，那必须得处理，而且要紧急进行清宫啊，找出血原因呢，然后，这样才能这个转危为安。所以你的事儿呢，第一个是你自己高度紧张，因为你不是医生，也没见过别人出血多少，自己比原来月经量多一点，那当然就害怕，这个我们能理解。但是作为医生来讲呢，我们看不见你，也非常着急，也非常害怕，就让你回来了。结果回来一看呢，啥事儿也没有，只是子宫壁的这个回声不均。那它为啥回声不均？就是因为那里头有线嘛，是吧？所以这个微创睾宫腺肌症手术这个术后，往往需要一个恢复期。这个只要不痛经了，多出一点血，少出一点血，问题不大。况且你这种情况完全可以忽略不管不计，不用害怕，多吃点这个蛋白食物，多吃点铁剂，然后呢，很快月经过下就补上去了。现在呢，你可以回家，咱们呢带上一点铁剂，带上点维生素 C， 带上点叶酸，回去看看吧。那可能出血持续个10天8天的，这第一次来月经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们不处理它。第二个呢是李大夫，以后凡是腺肌症术后回家的，一定要给他带上一个针管，带上一个80毫克的黄体酮注射液，把这个黄体酮注射液抽到针管里头。回去以后，让他找当地的护士，自己假设出血多就自己打上，出血不多就不打。这作为一个出院小结的常规，王红梅做了巨大的贡献，你呢引起了我的思考和注意。那么我呢是急病人之所急，想病人之所想，那就是凡是这种腺肌症微创睾宫术后，一定要给他们带上这个防止大出血、防止月经量过多的药，不必让他再返回到安泰医院。到安泰医院只是为了打一针黄体酮，而且给患者带来很多的这个焦虑、恐惧，还有经济负担。所以这个就是咱们必须要解决的问题。李大夫听明白了吗？听明白了。你就写到这个住院小结和咱们的手术常规上。好的，谢谢你王。我把你这个视频放到网上，让大家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共鸣，可以吗？你是可以啊。啊，把你的手机号和微信号也搁上，让他们咨询你，可以吗？可以呀、啊。谢谢你，谢谢你，给我们当安泰使者吧。
你这大美女搁到我们网站上。